我是首先是拍突发事件，一些比如说爆炸，哪个地方有新闻事件我就去。2013年的大地震，我当时去到现场，那个时候我第一次体验那么大的一个灾难。This earthquake struck just before 8 o'clock in the morning local time. Zhou Qiang is a documentary photographer from Sichuan. His work has won award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have been shown in Paris, Berlin, and New York.He's most famous for his intimate portraits of rural life in China and his obsession with death, which started when he was a Taoist priest. 人的生命其实是很渺小的。I'm Nick, and I'm a video producer here at Goldthread. I've been shooting videos all across China, and I realized that there are just as many stories behind the camera as there are in front.So I want to take you to meet some of the photographers I know and show you what's it like to work behind the lens. I'm 摄影师周强，因为我是小的时候呢，就是成绩一直不是特别好，也是留守儿童嘛。我12岁的时候就辍学了，我爷爷就说你好歹要学个手艺，以后要混口饭吃嘛。那我爷爷就找了一个师傅，然后我就去学了道士，学了2年。道士是为死人超度的，它是中国的一种民间信仰行为。学道士其实我现在回头来看，对我的影响可能就是对死亡的看法，因为从小就在丧事当中就见了特别多的死人，所以我就很早就意识到就是自己会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其实是误打误撞的进入到这个行业里头，当时是在湖南，我住的旁边有一个大桥就突然就坍塌了，然后我就拿着相机去拍，我觉得那个可能是我第一次所谓的用摄影介入到新闻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我完全是出于好奇的一个状态去到现场，后来才把它上传到 QQ 上，然后有媒体的编辑跟我联系，把它放在报纸上，然后给了我稿费，然后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其实拍照片是可以挣钱的。大地震，我当时深入到灾区里头去，然后就发现很多尸体，然后就被官兵抬出来这样子。我当时就在想，就是无论你多么的有钱也好，或者说多么有权势也好，可能你不在你的预料之中，你就会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失去生命。 The earthquake forced Joel to rethink his life and what mattered to him.After 6 years as a breaking news photographer, he quit his job to travel across rural China and record life's small moments. He visited 30 villages, photographed strangers, and learned their stories. 这个作品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他是一个和尚，然后带着一只狗。问他，我说你从哪里来？他说从射洪县，距离成都大概175公里以外的一个县。我说怎么来，他说走路来的，就他说他从小出家了嘛，没有来过成都，就想来看看。然后呢，经过一菜市场，看到阿姨在卖小狗，有一只狗就围着他就一直转，他觉得挺有缘分，然后他就买了下来。我当时就在想，我们当下人我们去哪儿都是坐车或者坐飞机，他有欲望来到成都，但是他要以走路的方式，那种力量感感染了我啊，所以我就在想跟他拍一张相片。Joel's work captures the dignity and poverty of real life. This photo of an AIDS patient in a small village in Tibet was taken during his last days in bed and won him the Lucy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Award,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prizes in photography,
in 2017. Some of his other photos show his curiosity with death. 我当时是开车从那儿经过，突然发现河道里面有一个死牛，冬天，然后脱了衣服裤子下去。我当时就是有疑问，就是那么大一条牛，为什么就在河里面就死了？可能事实上，我们真正作为人来说，我们是不了解死亡的。When I visited him, he was seeking inspiration for a new photo series called Surviving. We went to a remote mountain in Sichuan that's home to Taoist monks. 我这个系列会加入很多就是关于大自然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人的生存空间是被改造的。就是我们人一方面就是他要发展，但是同时呢又希望我们自己是在一个更加原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这个也是我这个系列里面可能他需要探讨的地方。因为发展或者说这种破坏也是我们人的这种欲望的一个问题。当时我从报道摄影师转换到影像艺术家这个过程当中，我只是想去转换一下我的观看方式。新闻摄影它是为报道一个新闻的信息所做服务的，但是艺术创作它是为表达我个人对世界的态度或者我对个人一些观点的看法来做服务的。我觉得艺术它是一个多元的一种思考方式，一百个人来看我的作品，我希望是一百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观点。我不太希望说我的作品是一个很固定的，就是别人一定要按照我所表达的东西去想象。当然如果他能感觉到能感受到我要表达的东西，那是最好的。但总之你看到我的作品有感触，这才是最关键的，对吧？我这个纹身它是我爷爷的这个生日，经常做梦梦到他，我挺想念他的。